媳妇跑了，赶紧追。一路上好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嘿 ，brother， 别走啊，咱俩来玩一点有趣的。我骑。你又想干啥？不能离我远一点吗？你看我真诚的大眼睛，里面写着啥？看我左勾拳。身高不够，体长来凑。我挠。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。你说谁是傻子呢？小样，还敢动我？看我今天不盯死你！我就是跟屁喵。你拉粑粑，我也盯着，让你没面子。